是神话。今天跟大家介绍松果的大家有看过松果吧？我这边就有好几个，这边好多。我的手，因为它有点刺刺的，它形状很完整，很漂亮。因为这边一定都是松树，你看上面的松果好多，它从上面掉下来，你看布满的都是那种松果，上面都是。头发吹乱了。松果的五行是属木，那八字需要木或者木是你的用神的话，不建议买房了。虽然这个松果它是属木啊，可是因为它有刺，它有一个刺，你没看到啊，所以不建议买放在家里啊，它是属木。木是你的用神，对，不建议家里摆放这一个树，只能在外面这样观赏。感谢收看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。喜欢我影片的朋友，请记得按订阅分享哦。我是小花，下一集再见，跟松果也拜拜啦。